欢迎来到放肆饭局，舞台2023最年轻气盛的两大联盟，傻子与白痴无人邀淘汰，无人邀淘汰，让右边的人坐在背上做俯卧撑20个，小心你自己抽到。我不可能，如果你顺了这个，我可以帮你。很好的领导，我们领导自己定的，你看。耶、yeah! ！这紫薇没有认真的坐在我身上。刘浩哥，我。哇！等一下，那我刚才不是更尴尬？对呀、啊，终局之战，队长 PK。我有混血儿，你没有？其实我是混血。屁啦！他是混外形，蓝多多。没参加过创造营，他应该是说他有东西，我没有的。游戏规则都没有搞清楚，一个小老外怎么这么懂规则？虽然你们叫无人要淘汰，可是你们只有一个淘汰。啊！赢了！紫薇的那个是有攻击性的。